家好，我是敏儿。而家咧我就嚟到广州嘅宜家家私，就过嚟呢边行下街。刚刚就听到有一个朋友说，在广州的宜家家私就是有1块钱的热狗，我觉得对1块钱的冰淇淋啊，要试一下。都在这里了，这个冰淇淋还要2块钱的，好像很吸引哦。第一次拿2-3个热狗，然后等一下再吃一个冰淇淋。仲有番茄酱。原来不是1蚊雞啊，是6蚊雞先啱啊，升咗价啦。啱啱咧，朋友咧就话几多年前啊，1蚊雞系 N 年前就系1蚊雞，原来依家已经系6蚊雞啦。咁其实6蚊雞都抵嘅。我一个人要吃2个，越番茄越发绿，才够我的肚子饱。早餐我可以吃2个，午餐的话我也可以吃3个。佢自备咗。咁姣嘅呢个食。女仔有。来，美人一个。喂，2块钱咯、哦。味道还可以，真的，挺浓的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是吗？这里的还有那个饮料，啲嘢饮咧任斟嘅，买一个6蚊嘅杯就可以任饮啦。哇，好似好平又抵饮咁喎！呢个宜家家私，这杯子我现在都整着它，杯子还对，都是可以过来打水，等一下再过来打水。它是宜家家私来，但是上面是一个大商场哦。哇，这个商场好漂亮哦。